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再撒一个，没有，换个地儿，没有，往这儿来，又没有，换个地儿再来一个，没有鱼。其实啊，我今天早上过来试了试，没有想象那么容易啊。那撒网是个技术活，撒网可是个技术活，一撒特别远，有的撒成个线条。我今天就撒了个线条。对呀、啊，撒线条你扣的面积小，捞的鱼就少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想想发育，咱有什么办法？这玩意儿我明白，撒特别远，真的旋网。对，哗，一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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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它转到一块骨堆，一撒是个圆的。哎，那捞鱼就不费劲了。明白，这就是那个网。嗯，哦，这个扭着腰可挺狠。你们拿一个那个盛鱼的箱吧，我撒网。试试啊，把它甩圆了。哎，小心！热，热，把它甩圆了。这个撒不了那么圆哈，这再撒一个，热热，还行，挺圆，这就90分了。你猜这有没有戏？你别慌，现在看不着。哔噜不隆，哔噜不隆，怎么着得上那个两三条吧。没有啊，有它就打水花了。再来一个啊！哎，这个好一点儿，也不是太好。这个是半月形，半月应该要圆月。哎，没有没有，哎呦，这里看来还是鱼不多呀。这撒是不是刚才那鱼都跑了？嗯，应该换个地儿了。我觉得也是，也是。咱们都试试吧，好不好？对。他这边儿转一圈呗。走。没有。换个地儿再来一个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再撒一个，没有，换个地儿，没有，往这儿来，又没有，换个地儿再来一个，没有鱼了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把他们几个给笑的，你看，这几个鹅在这儿，不行，上那个地方是不是能好一点？那个地方。能是中，往中心里撒，到中间去撒去。走，我过去，我把船划过来吧。这个小船是个两人船，那就我划，你撒。战大哥在岸上，哦，你等着收获。行，你先等一下。行。往中间走一下，找个宽点的地方。像个打鱼的，像没用啊，得能打上鱼来呀。哈哈哈！撑住，好，开始吧。哎呦，这个绳，哎呦，这个绳，都到这儿了，怎么着得上来个两三条吧？来吧，我亲爱的小鱼。哎呦，有个大的，看见吗？有个大的，看见吗？太放了，真有，哇，还真有一个。对呀、啊，你这看，丰收了，一条大的，大鱼了，乘胜追击。我这，哎呀，你别把我往里边。有一个，有，有了，这还不小呢。走，哎呀。
哎，你瞧瞧怎么样？有一个，哎呦，好了，哎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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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哟，走，走，怎么着也得让它鱼满了仓，八条了。就按照这速度，如果完成500斤，我估计得到明年了。